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而生活中有很多人却每天都在做伤害眼睛的事情。如何保护好眼睛，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。这四种蔬菜大家不妨多吃。一、紫甘蓝。紫甘蓝中的紫色色素是花青素，它可以缓解眼睛疲劳，有皮肤干燥和想保护视力的人都可以多吃。二、芥菜。芥菜营养成分非常丰富，还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能平肝明目。三、菠菜。菠菜富含类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 等营养元素，其含有的叶黄素对预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。四、胡萝卜。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，进入人体后可转变为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A 可维护眼睛和皮肤的健康。除了多吃这四种蔬菜，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你还知道哪些对眼睛好的食物吗？不妨留言告诉我们。